特别漂亮啊。好的，谢谢你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强。今天没有下雨哈，天晴了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西安的钟楼。钟楼的意义呢，就是说报时用的，在古代啊，有着600多年的历史。警报用的，这个是西安的市中心啊。这个是东门、南门、西门、北门。往外扩，然后一共有三环哈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市中心。对，这个钟楼是目前中国这个保留最这个体积最大、保留最完整、然后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古钟楼。呀呀，懂了还不少了、再往那边错就是鼓楼，是吧？对。从这边看是正南门，再往西。大概有个几百米吧，啊，那个楼就是鼓楼，我们要到那边去看一看。上面呢是环岛，哈、啊，走这个地下通道过去很方便。上面很详细，哪个口到哪个口。对，我们应该是到这个。咱到鼓楼。哎，钟楼是一号口。对，到九号口。啊，我们要到九号口哈。对，哪个街口有那个？北大街。对。是啊，走着。我们从这个东大街出来啊，在这个从东面看一下这个钟楼。今天呢天气好哈、啊，出来游玩的人特别多。地图呢，大家一看就是一目了然啊。这里有钟楼、鼓楼的这个门票价格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30块，钟楼加鼓楼套票是50啊，学生票是15，鼓楼学生票也是15，在这里呢就可以自助购票了啊。现在我们走到了这个钟楼的西面。在那边的话是这个鼓楼，鼓楼的那个东门应该是哈。刚才看了那个鱿鱼串哈、啊，鱿鱼个挺大的，20一串，啊，不舍得吃哈、啊，还是中午吃份面吧。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鼓楼的北门，鼓楼与这个钟楼相隔只有200米，这个楼上面有这个一个鼓，是以前这个报时用的，每日击鼓。稍等一下，再想个事儿。鼓楼跟钟楼一样，也是现在这个保留最完整、体积最大的，然后一个鼓楼，历史文化非常悠久。说了不挠，兄弟，中午加鸡腿儿。在这个鼓楼的后边哈，也就是北门啊，这边就是回民街，小吃一条街啊，咱去里边逛一逛。哎呀，人太多了。买肉夹馍的排队啊，在这个大鱿鱼串
唐婉就放的背景音乐，就一会儿走廊游。他就是这个长安古月，长安古月说白了，民间由此滋生了另一个，他就是秦腔。秦腔是中国西北最古老的戏剧，也被字典里查不到，因为它是个相声关系。它是形容晚辈的，晚辈这边讲背景丝绸之路的起点。今天我吃的花特别特别好吃，自此大牛肉成为西安人抹不去的经典，也是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前头，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吃的不太对口。交由他的儿媳杜英担任，有一个电视剧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，孙俪扮演周一保密军落的。我们福茶是温性茶，男女老少都能喝。民间有个三不离的。唱哪个？特点呢，就是巨大巨重，这块砖基本上是现在的三倍多。这个时候兽骨做成的手链是当时女性所佩戴的装饰品。这个。在这里随处都可以租到汉服，我们的汉服。穿起来尺我也就没带出来，太帅了啊，怕迷倒一大片，哈哈哈，就不穿了啊。来，请问这俩字你认识吗？这俩字这俩字我认了啊。饼饼面，饼饼面吗？饼饼啊，百年老店是吧？百年老店儿，我们要了这个三份，这个各种不一样的面哈，都尝一尝。给这个摄像师跟二强一人加一个肚包肉。羊蹄多少钱一个？二十。也是二十。鸡腿没有，弄个肚包肉吧，那俩一家一个，一个有蒜的，一个没蒜了。这是一份油泼面啊，四两。我这个呢就是饼饼面。吃这个面呢得半家伙啊，来一片，再来一片，来点来点。它这个辣椒有两种啊，再加一点这个香辣的啊，无辣不欢。呀，看着这一碗也挺大的啊，这肉也挺厚实的，面挺宽。嗯，因为在那个面里面放那个韭菜吧，这是放韭菜啊。好，对一口。嗯，真不能啊！果然这个下的面有面，哇，还真大块的肉，牛肉，嗯，吃完一肚，吃多少？你吃完是吧？嗯，我不吃，真不吃。吃吧吃吧吃吧，吃完吃完别多加，我真不吃。这还有剩的棒子了，咋看？没切开啊。我。评价评价，有印象了，好吃不？是咸啊，是咸啊，印象的味儿没那充足，这块的味儿咸重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我讲的味儿淡。是，那南方咱这他这个口味跟咱那差不多，啊，是吧？嗯，还是这个好吃。好吃。这个就是一份臊子面啊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啊，我就不尝了，配上这个肚包肉一吃，就挺好的。嗯，这里边韭菜放的也挺多的啊。这个臊子面的区别看出来了，它是细的啊，我这个饼饼面是宽的，二强这个面也是宽的。嗯，成都菜儿，按摩中药泡脚。
这里还有个水啥洞啊，这个是啊，在这边吃面哈，都是羊蹄儿，肚包肉，这个宽面啊，饼饼面，各种面。昨天在大唐不夜城没碰到啊，今天看两位小姐姐穿这个，这属于唐装是吧？汉服啊，特别漂亮啊。好的，谢谢姐姐。走了。现在我们走到头了，这两个有两个大狮子啊，这上面还有这个四行对联，来不及啊，一个蛇不要飞好好你要把它踩了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你要买点啥子，以后呢找你拔圈的干上去了，卖直去了吗？卖直去了，毛子我都给你问好了，这附近都有100多米。你不去啊？我不去了，你去吧。智商脑那都是。你可得了吧你。来到西安的这个景点咱也看了啊，大唐不夜城，还有钟楼、鼓楼，饼饼面也吃了啊。二强吃的是油泼面还是油泼面？对，油泼面。这边呢也不禁摩哈，到处都能看到这个摩托车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这期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喜欢的话点个赞，咱们下期见。